来去鱼市场。哎，陈美成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啊，不然我陪你一起等一下好了。Yeah， 陈，我现在要去台中鱼市场，兴不兴奋啊？现在一个半夜两点，我们要来去买那个传说中的鱿鱼啊！哎，我们今天来留言破解一下，怎么都有在讲。对，留言破解一下，这个鱿鱼到底吃了会不会落腮落龟缸？因为这种东西啊，在日本是禁卖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台湾这种鱼市场到底买不买得到这种垃圾鱼。有很多这个哈鱼码头认识的哈、哦，都说那个要看运气啊，不一定每次都有。找员工跟他们说，要看他们今天有没有进才能买得到。啊、哦，是啊，哎，对，要看。所以我要去哪里会最好？现在也来太早了，他们还没开始排单。来太早了哈，回去谁会做？那个为什么那么多人？那我们吃排，它鱿鱼耶，鱿鱼，真的，谁要吃那种东西啊？这北西的，我们先吃吃看口感，好吃哦，不然嘞，好啦啊啦，怎么样，油不油？美麦人，它有点像是鲑鱼跟尾鱼的中间，所以小杰他们应该也会不知觉的吃爆。他会不会一看？耶、yeah, ，不会，他们会觉得那是高级的北海道原鳕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进去鱼市场要穿雨鞋，要穿雨鞋，太扯了。哎、欸，他今天还在笑我说我穿这个不许进去，还我在那边穿，还给我穿拖鞋。不是，我看人家其他人都穿。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会永远感谢你。还有这一手吗？还有这一手吗？哇！鱿鱼，很油的油。海捞晒吗？对啊，脚劳了。那切片的有吗？有，有。都一家，我们第一家就找到。还是我们先假装到一下。因为你太红了，所以说你才找得到。啊，里面都不会有吗？里面很少人，很少人。那我们假装先找，先找，先找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卖龟头啊？龟头，鲑鱼的头啊？鲑鱼的头。哎哎、欸，找到了。哇，龟头，哇！我要最大的龟头。在那里。我买三个。老板娘，掏钱！大龟头。为什么我要买这个呢？因为我要骗小杰他们说我跟晨晨在做料理对决，看谁的料理比较好吃，这样。鱿鱼。哎，冷冻鱿鱼吃啊，就是它。超像鳕鱼的。坊间的假，坊间的假鳕鱼嘛，这个很容易鱼目混珠，小杰他们一定认不出来。哇，等一下，100、200、300。五兆，五兆，谢谢老板，大哥谢谢。哎，搞定了，还好他们有，走吧。太惊悚了吧，满了。今天呢，我的料理的概念就是呢，蜜寿藤大龟头鱼，有没有？我的料理已经完成一半哦，等一下就把龟头丢下去结束啊、哦。活的，看感觉像这样下得去吗？男子汉，好好好好，干你嘞！激动！啊，等一下，停止。那我料理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各位。太快，嗯。哎、欸，姐，我看，哎、欸，很屌哎、欸。可以吧？需要男子汉帮忙啊？哦，不用，是不是？那好吧。不能夹这个吗？还是要男子汉的手呢？可以，好嘞。路上不要看我。哦，我要，这样子，这位置，这位置。
相聚。CS 相聚。好，那我们终于煮完了，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大雅的三位男子汉来试试看我们的大龟头。为什么不弄得好看一点啊？所以 PK 没有。看哪一道菜比较好？我他妈的先给这一道100分。好好吃哦，那家常菜，哎、欸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哎、欸，你很会，它没有腥味，然后肉又嫩，是鳕鱼吗？对，鳕鱼，确定啊，不是鱿鱼哦，不是鳕鱼啊，你知道鳕鱼、鱿鱼会被当鳕鱼混充吗？鱿鱼会怎样？会拉肚子，不是那个鱿鱼，是很油很油啊，拉肚子是你会没事在那放屁，然后放完屁你会发现整个都是油。他很多不钓鳝的人会拿那个充当鳕鱼。哎、欸，我没看过鱿鱼哎、欸。哦，现在被禁止。哎、欸，这龟头是蛮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卖相哦。所以呢？哦哦，舌头变色了。哇，你有病吗？在抖，很抖哎！不信我们第一次跟他去，好像太抖了。啊，好了，那我们总算是把这个整人计划给拍完了。我刚刚一直也在吃，但我其实这一次我又不会。我想说一定要有一个大龟头让你们震慑住。有想到吗？有想到吗？真的是鱿鱼啦！你们明天就知道。这个鱿鱼不是不行卖的吗？我们接下来就转场到隔天看大家的反应嘛。等一下，我就完全就开始屁了。你现在要干嘛？你要把它用液用装下去是不是？我刚刚一直在放。你是不是要装液用嘛？你是不是要装液用？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。我就液用。可是我的臭美很油哎、欸，我觉得很油、欸。去去去！怎么了？我要。怎样？啊？你不是只是要装液用而已吗？我的油屁，糟哎！没事哎。看你你爱他妈真的。我刚刚在床上跳起来，然后就靠腰，好油，好臭，干！来，你闻闻看，有鱼的味道哦。鸟真会被你气死，你真的很鸡巴耶，要洗床单了啦！你干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油，很恶哎，鸡巴他妈就是要恶死你了，干！
这个油超恐怖的，马桶卫生纸啊，或是用那个免治马桶啊，他妈的都洗不干净你的屁股，你就非得要去浴缸里面，然后用沐浴乳洗完才洗得干净，那好好亮不看。好，那经过这次鱿鱼实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室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他们都还在家里喷爆。那胡子没事，那为什么他不在位置上呢？我们把镜头看向蓝色椅子这边，我们会发现方妮的位置上也是没有人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，他们现在应该也是在家里喷爆。那健保尔在那边呼吁大家，鱿鱼这种东西还是少吃为妙，虽然它吃起来很美味，但它油是人体无法吸收的，肠胃不好人吃到撑着绕塞一两天，重则几礼拜，规工就会塞进名城，塞个突然塞个你妈妈都会想你吃几回啊，就会呛掉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愚人节影片就到这边，也别忘了去胡子小杰阿健频道看看他们是怎么整我的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